个球直接要滚地球，我切到了，我们已经哭了，什么都还没有做哦，我们还没有唱名要出场打球哦，所以很容易呢被大家的意愿愿意所感动，嗯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，眼眶湿湿。在我们这个行业做得好是应该的，做不好该打。真的，但是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都是笑眯眯的。但是不要说他笑哦，对，他是最爱哭的阿姨。哎，假的呢，哭点很低。讲到哭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炳哥跟顺哥也超爱哭。讲我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是性情中人，好意思，哭，对，打个球直接要滚地球，我切到了，都是暖男，因为这辈子没有接过，对，这一点我可以证明，是他很少接到球，没有球丢掉，我必须要讲了，顺哥哈，顺哥其实是我们应该讲说，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闪亮的棒球队嘛，嗯，然后讲到爱哭，基本上很少在开赛之前。还不知道输赢就哭成这样，为什么？我们几乎每一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已经哭了，什么都还没做哦，我们还没有唱名要出场打球，当时的心情就已经哭了。来来来来，我要叙述一下，我是很容易呢被大家的意愿愿意所感动，就心对团结。因为今天不管是Ben哥还是兰波老师，还是整个球队的每一个成员，其实他们都没有义务要来。今天有很多的东西就自己购买。任何时间要自己瞧出来，即便那一天重要的场次，他是有其他的工作可以赚钱的，他们都放掉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讲到这个点，差不多要来，要来，差不多哭了，要来了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，眼眶湿湿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哭，忍住。对对对，不能让他们太开心。